台中国际机场国内线航厦旁这条人行道上设有导盲砖，但中间却被铁栏杆截断。如果有市长人士沿着这个导盲砖走，他走到这边有可能就会撞上这个铁栏杆。看不见就没办法了，可能会撞到吧。机场方面表示，设置栏杆是防止机车通行，不过阻断导盲砖动线，视障者恐怕受影响。我们只要有设置爱心岭的话，对他们来讲就是有人来帮他们做服务，反而是更好的。爱心岭只设在航厦，如果不到航厦就无法按铃请人引导。找到两全方法之前，视障朋友行经此地还是要特别小心。大爱新闻张国丹、郭继宗台中报道。口干。